所以你要不要讲一下今天在听阿美演唱会，还是要很婀娜多姿的样子？我很婀娜多姿吗？没错啦。哇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但是因为妹姐给我的感觉就是红色很热情，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参加她演唱会就要穿红色。但是没想到我本身也见红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不太喜欢演唱会很拘谨，所以我就在麻烦他们说让我还是做园区红，然后我可以站起来。可是其实我今天是原本挑战都有一点没有办法，因为如果熟知我的人就会知道说我是生理起来就很痛，可是我想妹姐会让我忘记的，我应该还是会死命的站起来吧。可是今天他是跟哈林哥，搞不好会有亲密的互动。他今天跟哈林哥，我不知道啦，应该会有吧？据说哦。如果是的话，我跟哈林哥缘分真的很深哎、欸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他们问我说你要哪一天来看，然后我就说，因为看通告表好像4月1号时间比较 OK， 那我就说就今天。那如果真的是哈林哥的话，我就只能说我跟他。默契有点太好，那万一他们是在台上亲密的互动，你能接受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因为妹姐真的我赢不过，我不行，所以我觉得他们，我只能在台下祝福他们。所以当初你有看好他们两个在一起吗？我觉得应该是新闻吧，嗯，就好像我跟哈林哥真的也只是新闻而已啊。对 ，OK， 希望他今天很成功，谢谢。我参加过的每一次婚礼呢，张惠妹小姐都虽然是来宾，可是都被我们逼着上台跟。不同的绯闻对象同台，他都非常的大方，我很感谢他。那听说今天的神秘嘉宾也很有噱头，所以我特别来亲眼看确认一下状况。然后我非常喜欢张惠妹的演唱会，每一次都让我惊心而归。我今天也是一样的期待。好，谢谢大家。